都是真的。不管多少次看这里的夜空，都觉得美得好不真实啊。在这里待久了，好像只有夜空在提醒我，我身处于另一个世界。别感冒。我又不是弱不禁风的黛玉妹妹，哪里风一吹就会感冒啊？刚出院。好，我把扣子也扣上。简医生，你有心事？没有。感觉这一个半月发生了好多事，很多事情我还没有反应过来就发生了。医院里生死无常。许多人一辈子不会经历几次的生死离别，在医院里却每天都在上演。昨天还言笑晏晏的子女朋友爱人，也许第二天就被一场意外带走。不管怎么说，生命都是很宝贵的东西，任何时候都不要轻言放弃。为什么和我说这些话？有感而发呗，这里就我们两个人，不和你说我和谁说？你有很多奇怪的地方。那说不定我是外星来的人呢。那你要离开回你的地方去吗？时机到了，说不定就回去了。看来我这里是个想来就来想走就走的驿站。为什么你会这样想？可我能怎么和你解释呢？我会对你不离不弃，可以一生一世陪在你身边吗？我做不到，无法许下的承诺。晋江文学城天在水原著，史上最穷剧组出品，现代百合广播剧《他是第三种角色》第一集第十一期，欢迎收听。是不是我哪里做得不够好，所以你们都不想留在我身边？一边撒娇，一边计划离开我。当演员的，都这么当面一套，背后一套。砂糖橘的味道。上次见清消气时
也是抱了一盘橘子给我，现在是不是不生气了？那我找他，那我没有把这里当驿站，你是我很重要的人，这太矫情了吧？但怎么说才能解释清楚啊？我拍了拍简青，哎呀，刚刚怎么不小心点到他头像了？快撤回！应该还没看见吧？不管了，矫情就矫情吧。我没有把这里当驿站，你是我很重要的人。还没回复，什么时候才回我呀？是简青出门吗？还是没回我消息啊？昨天说好带我去看大学城的房子的，就这么出去了。算了，我还是找中介吧。又不是没租过房子，我也是摸爬滚打从艰难生活中熬过来的。人生是兔丝花，我可不是。简青为什么还不回复我呀？姑娘，你检查一下吧，看看还有哪里需要收拾的吗？阿姨，帮我把这几个绿植的花盆擦一下吧。哎，好，在家里多放点绿植好，净化空气，看着也有人气儿。嗯，放点绿植，这样他会喜欢吧。行李还在。我是不是不应该这样？还不如装作什么都不知道，维持平和欢乐的假象。我比他年长，应该让着他，包容他。可是我到底哪里做得不够好？为什么要离开？还是说，从头到尾，都只是他在和我逢场作戏呢？啊，简青在家。我是不是该主动去和好了？姐，连主动交流的机会都不给吗？
哎，护士您好，拿那个吊瓶，我要看看，您能不能放？五号床。那个五号房。小鹿，你忙忙回来了。哎，好嘞，谢谢啊。哎，小鹿，简医生和局长侄子相亲吃饭去了，我们给你点了餐，坐过来一块儿吃吧。等吃完，说不定简医生带个帅哥回来。对对呀、啊，简医生单身那么相亲。哎，小鹿，你去哪儿？哎，小鹿，相亲？什么相亲啊？相哪门子亲啊？怎么简青都没跟我说？也是，这两天连个眼神交流都没有，我哪会知道他要跟局长的侄子相亲啊？我怎么拿了简青的外套啊？我就是冻死在外面，也不穿那个败类的外套。啊，好冷啊！算了，我还是穿上吧。简青下午还要上班，那肯定在这附近。哼，我倒要看看，到底在跟谁相亲。这个店他肯定不会去，以他的性格，肯定会找个干净精致的店。啊，在这儿。啊，这男的还送花给他。我倒要看看局长的侄子什么样。这位小姐，您是不是走错了？我的人。哦，原来是这样。服务生，这边加一份套餐。你好。你好，我是他表妹，刚才路过这家店，在窗外看到了表姐，忍不住进来打个招呼，没有打扰到你们二位吧？没关系，我认得你，我在电视上看到过你，你有个很好听的名字，霜落熊生树，凌空陆隐熙，陆隐熙是吧？我爸爸起的名字，他很喜欢苗晨的诗。那可是宋诗的开山祖师，和欧阳修并称为梅欧的。先生贵姓？敏贵姓沈。那沈先生在哪一行深造？是个教书匠，在江州大学任教。哦，沈先生与我家表姐郎才女貌，天生一对，祝你们百年好合，祝你早日成为我的表姐夫。我和人有约，先失陪了，你们慢慢聊。表姐，你出门忘带外套了，我给你带过来了，走的时候记得穿，外面冷，别冻着。我有什么难过的资格？我们什么关系都不是。吃寿司吧。不是不理我吗？我没有，我一直都想找你说话，是你不肯理我。别哭了。自己擦，你不许看，太丑了。啊，
吃饭，不要拿身体健康开玩笑。你怎么也没吃午饭呀？你的相亲对象不是请你吃西餐吗？我午餐被谁搅黄了？你不清楚？你，我没有相亲，只是和他吃顿饭。谁会在大中午相亲？是上级领导安排的，不好意思直接拒绝，只能当面说清楚。沈先生是单身主义者，只是迫于压力才相亲的。好像也是哦，真是的，陆远希，你气傻了吧？谁会在下午还有班的大中午挤时间来相亲啊？傻。我居然在简青面前哭成这样，这要怎么解释啊？就算简青再迟钝，肯定也看出来我对他的感情了吧？要不我装傻，还是和他说清楚啊？算了，看他怎么问吧。呀，好冷啊！要不是我拿错大衣，现在挨冻的人肯定不是我。干嘛？开什么手表？还赶着跟其他人约会吗？抽空来找我真不容易。好好说话，不要夹枪带棒。那你一直看表做什么呀？看时间。走了。去哪儿啊？那边有服装店，去买一件外套。你下午不回医院了吗？不回，下午去大学城上课。哦，那不可以迟到的。咱们坐地铁来得及吗？来得及。也是，要环保出行。哦，你离地铁门太近了，危险。哦，他总是这副树立冰冷的姿态，隐藏自己的感情，哪怕发生矛盾冲突也吵不起来，只会冷处理。他对我包容体贴，却从不会向我展示内心世界。现在我所有的心思都被他看得一清二楚，就是不知道我有没有走进他的内心。他的手好凉啊，用我的手给他的手暖一暖。依稀，我30岁了，没有精力陪一个20岁的小姑娘逢场作戏，以后不要招惹我了。逢场作戏吗？如果我说我是真心喜欢你，但我不能和你在一起，迟早要离开你，这种话只会误会更深吧。30，他才30岁啊，我也不是20啊，现实世界我都25了。简青，如果是现实世界遇到你，那该有多好。我没主动招惹你啊。友情帮扶，不要多想。哦，你看起来好累啊，又没睡好吗？嗯。那你有没有去看过专科的医生啊？晚上总这么失眠，对身体也不好吧？我这两天为12失眠，你还不清楚吗？
今天到这儿吧，下课。老师再见。老师辛苦了。老师再见。老师再见。好了，老师。再见。金老师，我还有个地方没弄懂。还有什么问题，在网上的课程平台留言，我会解答。那走吧，我们回去再问吧。好吧。再见，去图书馆。再见，老师。再见，拜拜，老师。走吧，姜老师。嗯。现在人有点多，我们从另一条路走。好。这里走的人好少啊，风景也好，好多银杏叶呀、啊。无边落木萧萧下，树在脱放。不想说话可以不说的。湖对面的那块地上种了荔枝树、芒果树，等夏天到了可以来摘。怕是没等我过来摘就被校园里的学生摘光了。哎，走，我们去湖那边的亭子看看。记不记得初中学过的课文湖心亭看雪，这么多年了，我就只记得一句：天与云与山与水，上下一白。如果现在下雪，大概就能还原那个景象。明年一月带你来看。明年一月啊，明年一月，不知道那时候我在不在这个世界了。杰老师，你最初是不是觉得我很矫情，脆弱敏感，伤春悲秋，随便看些花草风月就会说一堆，所以才不喜欢和我多说话的？不，我只是莫名的看不惯太干净脆弱的白纸，一撕就碎，所以总想破坏糟践，即便不能破上一层墨，也想抹上一点血。你这什么眼神啊？蝎子心里敏感也有好处的，情绪丰沛一点，看一棵树、一朵花、一片叶子、一段文字，都能得到很好的情绪体验。那，送你一片银杏叶，蒋老师，开心点，多体验一下各种情绪，不要总是活得这么压抑。你猜，我名字怎么来的？不是说出自那句凌空落影兮吗？最初不是的，那是我的偶像包袱。其实我妈生我那年，我外婆从乡下进城来照顾我。外婆很喜欢银杏树，最初想给我取名银杏。她老人家普通话不好，抱着我去上户口时，警察同志是个文化人，看我爸叫陆明，就是那个悠悠陆明石野之平的陆明，按这个取名方式，把银杏听成了银溪，出处就变成了凌空落影溪，是不是马上上档次了？原来如此。你猜我给你的叶子干嘛呀？收藏。那我和你讲了这个故事以后，你看到银杏树想到的就不只是树了。那我会想什么？虽然会想，哎呀，就像古代诗歌的那个什么嘛，寄情于景，有景生情嘛。啊、哦，天都黑了，你们学校晚上亮灯后好好看呀，好多情侣啊。这里一定是你们学校学生的约会圣地，也不嫌蚊子多。哎，说实话，你以前在这里读书时，有没有和别人来过这里？没有。嗯。哎，他们这么晚还去教学楼啊？大多是晚课。下个月我也有晚课，选修课。嗯，那到时我也来听听看，
讲什么内容啊？古代诗歌鉴赏。笑什么？没有没有没有，课程表发给我呗，我一定来听，绝对风雨无阻。有多少学生报名啊？150个，满员了。那满员的学生是冲着课程来的吗？分明是冲着你来的。唉，回了一趟学校，感觉自己都变年轻了。简医生，没开灯的那栋楼是解剖楼吗？要进去逛逛吗？大晚上的，谁想进那种地方逛啊？不过可以请我去你们学校的生命科学馆看看。在生物信息学院旁边，晚上不开放，下次带你看。简青在这里生活过，这里的一草一木都见证了他的学生时代。我正在慢慢走进简青的世界。饿了吗？带你去学生间。哇，好多好吃的呀。哎，你读书时最爱吃哪一家的饭？这边。老板，来两份辣鸡面，一份常规，一份少盐，葱香菜都加。哎，好嘞，简教授。哎，你又来了。还不是教授。教授听说成吃面啊。老板娘，大老远就闻到你家的面了，真香。谢谢啊。哎，快着急坐吧，面马上就好啊，等会儿啊。谁是你学生啊？待会儿我就去图书馆借一本伦理学回来给你看。不如帮我借些诗歌鉴赏的书，我课件还没有做好。浅清大学时期这么爱吃这个面啊，那我也学，要是学会了也能在家做给他吃。有你的真相，对白着，呼吸着，沉溺中彷徨。下一刻，你的眼神指引我。盛开枯萎绽放，可巧或者隐藏，我拨开云雾失去方向，灵魂唤醒希望，或许缠绕疗愈着悲伤，燃烧了束缚住的网和虚伪的假象，是谁在遗忘疯狂，看见了眼中的景象，传递讯息与时间流淌。梦境中受伤的飞鸟和疲倦的鹿角，天使彼此心头上，就这样你能否看清我沦陷在你的身旁，等待血液中的光，去寻找了梦中模样。望着，追寻着，有你
下一刻，你的眼神指引我。盛开枯萎绽放，搁浅湖舟隐藏，我拨开云雾失去方向，灵魂唤醒希望，呼吸缠绕疗愈着悲伤，燃烧啊，束缚住的网和虚伪的假象，是谁在引我疯狂，看见了眼中的景象，传递讯息与时间流淌，梦境中受伤的飞鸟和疲倦的鹿角，天使彼此心头上，就这样你能否看清我沦陷在你的身旁。